床底下有卫生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然后他刚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我在检查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刚好看清楚吗？我是没看清楚啦，好像有一个东西站在我的门旁边。哎、欸欸，右手边有声音，谁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Joy and Me Chapter One》，乔伊和我第一章。然后它后面这个刮胡是说根据真实的状况，所以这个是真实事件改编，真的假的啦？不要吓我呢！看这个图片，感觉这游戏好像蛮高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血腥画面，哎，这能播吗？这应该不能播哦。他这娃娃把人的头拨开，应该是不能播的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说明，包含三个短章节的游戏，其中将解释一个恶魔的故事。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，它藏在一个玩具中，有点类似 Puppy Playtime 吗？根据睡眠瘫痪的真实事实，在这个故事中进行调查，并透过游戏创造者的噩梦，所以是作者的真实经历。我们来看一下游戏预告好了。这边有个小小的预告，哎，感觉这画面还蛮真实的哦。哎呦，可以啊，看起来挺不错的，我喜欢。我迫不及待，哦呦，拍谁？没事，哎，各位没事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玩这款游戏了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。看起来这游戏连封面跟音乐都是有设计过的、啊，肯定不是一款fun game。我们赶紧开始。New game， Are you sure？ Yes。它的游戏画面怎么跟刚预告不太一样啊？为什么是一个这平面式的？是怎样？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有鸟叫声。我应该是要……没事，各位冷静，没事，只是做了一场噩梦，好不好？刚好像旁边有一个鬼出现吗？然后这是我，哎，我可以动了，我可以动了。那我的目标是要干嘛？起床玩电脑，对不对？半夜起床要干嘛？除了打手枪还能干嘛？就是玩电脑，玩啊。嗯，电脑不能点。我要收集道具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抽屉没有东西，这边嘞，这边也没有东西，可以出来哎。然后这边是厕所，骗你们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往上走看看。嘟嘟嘟嘟嘟嘟，那个走路像放屁一样是怎样？进去啊？嗯，我要怎么进去？进不去哎、欸。那我要走哪里啊？我刚好像看到右边有一扇门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门吧？来试试看，进去。什么东西？现在才要正式开始吗？我有手电筒。然后这是我刚刚那个房间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格局。我现在在床上，然后这是电脑桌，外面是这个我们刚走的那个大厅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他把我手电筒关掉了？不是哎、欸，哦哟，手电筒是有电力的吗？那我懂了，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奇怪的东西啊。嗨，他刚刚有预告好像会拍到鬼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要四处的查看。右上角是我们手电筒的电力吗？好像是哦。对，没错。快没电了，哎，没电了，所以哦，我可以用方向键来切换我要看的那个房间的位置。这里是一个柜子，没有东西。再往旁边，哎，往上看看，上是门口，这门可以开吗？可以，这门可以开，然后我可以走了。我们出去看看。嗯，床上那两位是谁？奸夫淫妇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看我角色的脸，他在哭哎，为什么他在哭啊？难不成他的爸妈走了？可是我不能动啊，为什么？我角色现在不能动哎，是怎样？鬼来了，鬼来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各位该走了。我应该逃回我房间吧？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我们要赶紧的躲在床底下。原来不是要躲在床底下、哦，是要直接睡觉。哎，看到鬼怎么办？直接装死好不好？我没看到。哎，我直接高歌离席睡觉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们又可以到处的查看房间有什么诡异的地方了。我们先出去好了。感觉应该是都在外面啊。对，看一下。这次不能出去。哎，
这次只能把门打开。那我看一下后面，旁边，左边，左边床底下有卫生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然后他刚是不是有人敲门啊？我在检查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刚好看清楚吗？我是没看清楚啦，好像有一个东西站在我的门旁边。再一次，来呀、啊，来吓我呀！搞得好像我会怕一样。哎、欸，右手边有声音，谁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觉得他的鬼出现的，我觉得他的鬼消失太快了，我都没有看清楚啊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什么东西呢。还是我眼睛反应太慢，老了。哈哈哈！没事，哎、欸，哥没事，吓吓你们的啦。嗯，我刚是死掉了、喔，所以这游戏还会死的、喔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感觉这游戏应该是要等有声音出现之后，我们去那个声音的位置，然后照他。没错，照他，照他，照死他。嗨，你好，嗯，有没有？我发现他了，我狠狠的让他离开了。有点类似玩具熊的午夜后宫啦、啊，懂了懂了。哎、欸，右手边，左手边，对，左手边，他在我那个开抽屉啊，还敢这边偷看我抽屉有没有藏 A 片哦？哎、欸，又来又来了又来了，滚，请你滚，嗯，很好，轻轻松松啦，各位，保存电力。谁？有人在偷放我柜子，搞什么？神经病是不是？没有诶、欸，这里没有诶、欸，那是哪里啊？门外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哎、欸，没有。西吧西吧。滚！滚！哎、欸，很好，他滚了，他滚了。干嘛啦？又干嘛的啦？滚啦、啊！没电了啦！哎、欸，没电了！滚！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，他在偷翻我抽屉。左边就是那个抽屉的声音，非常非常明显。但是其他两个我还要再听一下。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，又在翻我抽屉了。这人真的是有病。这个声音应该是门口吧？快点给我电力！对，没错，照他，照他。那个咚的一声是门口，我现在知道了。来啊！哎，抽屉，抽屉。哎，哎，怎么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游戏到底干嘛啦？抽屉是那个，然后门口是咚。啊，右手边那个衣柜是怎样？听不太出来。我不是已经照了吗？我刚不是已经照了吗？这游戏是怎样？
哇，终于过了第一关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有点快睡着了，哎，快睡着了。谁在笑啊？不会还有第二关吧？他刚刚是不是说有三关？啊，完蛋了，我哭了。补什么补啦？快点开始啊！补。哎，直接开始下一关哎！哎呦，这个地方是怎样？我的父母都死了，然后家里有东西要杀了我，这不是一个笑话，请赶快报警，尽可能做好准备，不管那是什么东西，非常非常危险。其实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好不好？就是一个白痴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鬼啊。所以咧，你是想跟我表达什么东西？不会在这个手机上面也会出现鬼吧？我们还要照手机哦。嗯，怎么没有鬼？这声音是左边吗？嗯，不是。诶，是哪一边？大哥，没看到鬼。哪里？手机？手机？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完了，没电了，手电筒没电了。没有，我没看到鬼啊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在这边呢。太恶心了吧，这个鬼，他是不是越长越恶了？哦呦，可爱哦！我有点分不太清楚这一关的声音呢，这应该是左边，太快了吧？左边会有一个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。哎，其实我不太想玩下去，说真的，我对这种玩具熊午夜后空的玩法就不是很感兴趣啊。我不是说游戏不好，只是我没兴趣。对，最后一次啦，我们最后一次尝试啊，过不了关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认真。嗯，那声音是在哪里啊？听不出来。右边，这次听出来了，非常明显。右边，哎，这左边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到左边有声音之后，我马上从最右边按了两次左边，结果转过来我已经死了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好啦，我们就玩到这边好不好？该体验的我觉得都体验到了啦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的听声音，然后去判断它的位置，把它照出来，就这样而已。说实话也不算是一款fun game，但是这种玩法我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自己玩看看，自己来破关 ，OK 吧？我觉得画面做得很好啦，然后那个鬼看起来也，对，蛮可怕的啊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的 bug， 就是有时候照它不知道为什么没事，就像我刚刚一样，我刚已经照着它了，结果还是死了。对，可能是设计上还是有一些小小的 bug 啊，不过没差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款鬼关灯就玩到这边喽，不是，乔伊和我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